今天我一定要把那段视频录下来，等他们长大了过后给他们看。现在晚上12:30，同样在看。这个女人是你的妈？你说你在深更半夜在干啥子？把那个整了去，屋里有。哪个？啥子？给床上的打鼓。跟你们说哈，今天我们去逛超市，看到别个有一个1岁2个月的宝宝，就说自己可以，就说翻腾哈，就是他那个骨骼可能说比较硬哈，比较好。然后当时我们就问他，就是给娃娃吃啥子哈，他说给娃娃熬个大骨油，然后把那个肉啊给他剁碎，每吃饭的时候给他加一些在里面。他妈听到就不得了了，命令我马上买3根大骨，我连夜去买了3根大骨回来，而且还是黑猪的大骨。搞了一夜，搞到12:30，弄好了没有？弄好了。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这个东西，这是用3根大骨熬出来的汤，然后把那个肉啊给它剁碎，每次煮饭的时候就给它倒到里面。团娃子，等你10几年过后，如果还能翻到这条视频的话，你记住哈，今天是2024年1月16号，你妈深更半夜给你熬的骨汤出来。这就是母爱，所以说你长大过后，给你爹少买两件衣服，给你妈多买两件，因为你妈好穿，对吧？我喜欢买衣服，然后你能不能睡觉了？都12:30了，马上1点了啊！我不喜欢摆烂，我喜欢把那个收拾好了，然后白天带娃娃，晚上还要搞那个视频上面的东西，到现在12:30还不睡觉了。可怜天下父母心啊！你看他妈一点操心太多，冰箱都没关。哎，我求你啊，深更半夜能不能睡觉了？马上。12:30了，1点了，闲人。马上。